大家。撒入两个枸杞子，点缀一下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一份羊肉白菜炖粉条制作完成。大家看一下，天冷了来一碗，暖心又暖胃啊。好，你学会了吗？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各位好朋友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帮忙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